睡，想要再多看你一眼，未知的每一天，不放心你独自面对。我从来不怕累，只怕你委屈流眼泪，沿途多少急急忙忙的离开学校是为什么？而且他最近都神神秘秘的，你不觉得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就算我知道也不告诉你。哎，你笑什么啊你？啊？我没笑，我笑了吗？笑了。这小子肯定有猫腻，他应该知道些什么。我，你刚笑什么？你说。我真的没有笑，可能是前段时间脑子烧坏了吧，医生可以证明的。哼，你脑子烧坏这点呀，我们是从来没怀疑过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把你打的脑子都不能回来。上学了，嗯，哥哥，你专心准备比赛吧，有我在，我会保护明珠的。哼，弟弟妹妹这么支持我，我一定不能让他们失望。人体肌肉解剖图，你们可要好好记住哦，到时候要抽问的哟。太不像话了，主任，这两个上课怎么又打瞌睡了？主任，学姐他们是因为总是帮助我和明天训练，而且还会帮我们一起打工，才会这么累的。那你们就要更加努力，不要辜负他们这番好意。我知道了，可是主任，学姐他们虽然不用参加预赛，但是他们也要参加决赛啊。虽说他们天赋异禀，可是把时间都花在了我和明天身上，会不会耽误他们自己的问题啊？你没提醒他们？我提醒了呀，可是每次不管我说什么，学姐总是让我放心。那你就放心好了。
往哪看呢？我在这儿呢。快来来来来，你去去去。哎呀，你赶紧吧，正好我看看你学姐训练的你的体能怎么样。快快，走，使劲，使劲。没吃饭呀？哎哎哎，走走，哎，往前走，哎哎，走走。别推我呀，主任。哎呀，你看。喂，你怎么这么点力气啊？骑快点。主任，我们究竟要去哪里啊？去解答你的疑惑，指点迷津。迷津？你不是说怕你们的学姐为了帮助你跟明天耽误了他们自己吗？是啊。会说这种话的，代表你还不理解他们。毕竟你也不是一天24小时跟他们在一起。今天我就让你彻底理解了。啊，快快走。停！主任，是不是亚楠学姐家的拳馆啊？每到夜深人静时，专注的独自练习，补足一天该完成的功课，是他们能一直蝉联正则三强的原因。啊，原来还有这样的原因啊！因为他们都明白，天生具有的才能是制胜有利的条件。但却不是绝对的，所以不练习就毫无意义。主任，别说话。我看亚楠这么一练呢，在地板没被汗水浸湿前，他是停不下来了。主任，我在想另外两个，这是练的也正欢实着呢。主任，我们可不可以回家了呀？可以。那你倒是下来啊！啊啊！哦哦哦！想要再多看你一眼，未知的你，别害羞嘛，咪咪。不放心你独自面对，我从来不怕累，只怕你委屈流眼泪。未知的每一天。小雨，咱别起了好吗？不要拦着我。下决心了，我一定可以。可你看，咱钱那么多，那10天半月饭都吃不完。不见不吹的心愿，只要有在我的身边。哦，还在一天一天。要不咱们改切萝卜吧。不知的明天。能够给他们指点训练是你的福气，你可要加油。别让他们失望啊！好，知道了。双手迎战明天，两个人去冒险，不畏惧的明天。挺好的，继续。没有资格后悔，回过头已无路可退。未知的每一天，两个人就值得感谢，什么都无所谓，关于你就不能妥协。嗯，怎么样怎么样？嗯，特别好吃，跟我妈有的一拼了。真的？嗯。学姐，你的炒面已经成功了。太好了，最能打，啊，他是最能吃是不是？对对，最能跑，最能跑，替我开心吗？嗯嗯，学姐，你是不是也特别喜欢小狗啊？对啊。那跟兔子比起来，你更喜欢哪一个？啊？怎么这么问？我就是随便问问。好了，现在浩妈炒面已经大功告成了，你还有什么别的想要学的吗？我啊，干拌面、肉酱面、海鲜面都会，都可以教你。不用了，谢谢你啊，孙浩。我只要学会炒面就够了，是不是？最能跑。学姐，不客气。
试试。真的要吃吗？嗯。方宇啊，我肠胃一向不太好的啊。哼哼。你可真是我的好闺蜜啊，够狠啊！吃吧。怎么样？味道不错哎，跟浩妈做的一样好吃。阿姨，你怎么办到的？嗯？嗯，我知道，你是想做给明天吃，对不对？嗯。我呢，是想用这个方法表达我的心意。嗯。这样不是很婉转吗？嗯。如果说他真不喜欢我，就可以用炒面打比方来拒绝我。这样一来呢，这个彼此啊不会有太大压力，省得影响他锻炼。这个办法真不错，方方面面都想到了。那你准备带哪儿做给他吃啊？嗯，就找一天去他家不就行了？啊，我的傻方宇啊，你刚才还说是婉转呢，你现在直接跑人家里去了，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啊，那怎么办？嗯，闺蜜去干嘛？哼，就是现在派上用场的。你放心，我有更好的办法。嗯，孙浩，啊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。你最近真的挺怪的，要不你认真考虑一下，去趟医院怎么样？哎，这个跟生病没关系，我只是，我只是，好，你不想说，我不勉强。哎，不行。你必须得听我说完，我都已经憋了很久了。不过你不许告诉别人啊，我替我妈感谢你，行了吧？好，你说，答应了啊。你快先问我，问我最近到底有什么秘密。好，你最近有什么秘密？我最近跟方宇学姐有眉目了。就是有 CP 感了嘛。知道你不相信，就连我自己也都不相信。可是它就是发生了呀。具体的细节嘛，我就不跟你多说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学姐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吗？因为每天晚上，她都会在我们家面摊收摊的时候，跑来找我。不许瞎脑补啊！他就是找我学炒面而已。你别看学姐虽然私下里总是冷冷冰冰的一副脸，可是她还是挺爱笑的。尤其是她怕被油崩到的时候，简直就是萌萌哒。嗯，哎，对了，她会跟我们家的最能打说话呢，那个画面，不要太温柔啊。学姐以后一定是一个好老婆，也会是个好妈妈。孙浩，学姐，学姐找我还有点事情，我先过去了。
明天，你怎么了？心不在焉的，这马上就比赛了，你这样怎么行啊？对不起啊，学姐。啊，算了算了，吃饭去吧。学姐，你自己去吧，我想再多练一会儿。啊，我说休息就休息，别练了，啰嗦什么？我饿了，走走走走走。学姐，走了。学姐，全当走。这边。食堂不是在那边吗？谁说要去食堂吃？快啊！那去哪？听见没有？有免费的午餐。免费的午餐。走啦！各位同学，今天方宇学姐请大家吃我们家浩妈炒面，你们排好队，人人有份，千万别着急啊！哇，今天方宇学姐大发慈悲，包下孙浩家的炒面来学校现炒，说是要替咱们加油打气。早就听说孙浩家的炒面好吃极了，今天终于有机会尝一尝。Yes， 还是免费的。哎，明天，你信吗？以我对方宇的了解啊，他才不是什么佛心大发呢，肯定是因为某个人才如此用心的。学姐，怎么样？哎，请慢用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开始打算追学姐。你作为兄弟要帮我，听不听？我最近跟方宇学姐有眉目了，就是有 CP 感了嘛。你知道为什么学姐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吗？因为每天晚上，她都会在我们家面摊收摊的时候跑来找我。哎，明天你去哪儿啊？我经常在面摊打工，有的是机会，你们吃吧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呀，我们都排到这儿了，你就这么走了，多不给方宇面子。哎，方宇，哎，雅兰学姐，明天。高兴了，当兄弟的给点面子啊！走走走走。嗯，我知道了，学姐，你肯定是想让亚楠学姐还有明天赶紧尝尝你的手艺吧？不过你放心，一会儿他们两个肯定会赞不绝口的。请大家吃炒面，我跟明天中午就来这儿吃了。啊！可是我特别为明天做了爱心午餐。啊！你也准备午餐啊？那我就发挥我的同学爱，把它吃掉好了。哎，不要，他不给你。可是明天要吃的是炒面哎。学姐，这个面鱼要这样，后面还有那么多人了，你快点帮我盛，不然来不及了。哎，还我，还我！不给你，不给你，还我！这盒饭我吃了。学姐，走。啊！学姐，学姐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快，请稍等啊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最近呢，你要多补充高蛋白，像是鸡肉啊，鸡肉就很多高蛋白，你赶快吃吧。学姐，不用了，我自己来，谢谢。没关系，快吃吧，快吃啊。嗯，明天，
你刚刚的表现真的让我好感动啊。哦。赶紧啦！爬起来！学姐，学姐，学姐！干什么？我就是想叫住学姐。我不喜欢别人拍我肩膀。学姐，面糊了，学姐，你不可以这样的。不管有没有客人，好不好吃，面下锅了，你就要把它给做完。就算你是女王，你也不可以这样的呀，学姐。看来我还是得跟小米学姐讲清楚比较好。我们卖吃的呀，有一个说法。如果说厨师敢吃又爱吃自己做的东西，说明用料实在，童叟无欺。我特意给您留了一碗，你就尝一尝吧。可我真吃不下。哦，对了，这个可是我们家秘制的辣椒酱，不是熟客可是不会拿出来的，号称地狱辣。学姐，你敢尝尝吗？真的好辣！我就说嘛。我想喝水。想喝水？我去倒。不用了。你可不可以到操场的贩卖机帮我买一瓶矿泉水？我想喝矿泉水。可以，那学姐你稍等，我这就去给你买。学姐学炒面是为了做给明天吃。
小心烫。呜，你呢？一天都没吃东西了。妈妈特别煮了这个面疙瘩，你爱吃的，快点吃两口。谢谢妈，我吃不下。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啊？告诉妈。哪？心里不舒服。哎呦，就是为了那个长得漂亮的学姐。您怎么知道的呀？切，你呢是从我肚子里蹦出来的，你呀撅个屁股，我就知道你放什么屁。你知道吗，孩子，你是一个热心肠的人，但你偏偏呢就喜欢那个脸上挂了一层霜的女孩，这样子你会辛苦的。况且，人家心里头装的是别人呢。妈，我到现在才发现，你真的是我肚子里面的蛔虫。哎，你可不可以换个别的形容词啊？妈妈跟你说，做生意呢，她的收获就是汗水还有钞票。可是呢，感情上的辛苦，她的收获就是泪水加上心痛，不值得的。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。可是，让我看着他吃我亲手做的面，还那么伤心，我的心比他还要痛。哎，不过也没关系，只要他开心，我就开心。他心里面有没有我，也没有那么重要。放弃啦？我当然不会放弃了。我决定站在他的背后默默守候他，等到他累的时候回头，发现我在他的背后。没准有一天他会发现少了我不行呢。瞬间成长了，很好。儿子，你有这种想法，我真的很高兴。你知道吗？无论将来你要做什么决定，妈妈一定支持你。不包括杀人放火还有吸毒啊。有一天呢，你想把我们的面摊就搬到月球上面，妈妈也跟着你一起去奔月。我就知道，老妈对我最好了。那可不。喂，小米学姐。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嗯。谁呀？小米学姐找我出去有点事儿。哦，就那个小辣椒呢。那你别吃了，别吃了。嗯，这么烫。那妈，你把我放冰箱里存着，我回来再吃。来来。小辣椒。那倒挺好的，挺麻辣的，它可以保护我的儿子。这么多东西啊！你知道我今天做了什么大事吗？不知道。我今天完成了我跟明天的中文大业啦！哦。哦什么？怎么态度就这个样子啊？哎，我送小米的一小步，可是我们两个幸福大业的一大步。哎。身为喵喵啾咪爱情阵线联盟的一员，我第一个跑来告诉你，结果你态度就这样子，哦，就哦，又会不会太过分了？如果我跟明天进展顺利的话，你跟方宇可就事半功倍，知不知道？也有可能是事倍功半哦。你说什么？嗯，没什么没什么，吃东西吃东西。不行，一定要好好跟方宇炫耀一下。怎
么脸红心跳的时刻，好像也不太适合自拍，没有办法亲眼让方宇看我跟明天幸福的样子，真是可惜。应该让他知难而退才对。对，现在应该要发朋友圈炫耀一下。哎，你不能发朋友圈。为什么？还我，给我，给我。因为什么啊？因为青蛙和鸭子。什么青蛙和鸭子啊？有一句话叫做温水煮青蛙。什么是温水煮青蛙？就是说我们要把对方当成一只青蛙，放在温水里面慢慢的煮啊煮啊煮，这样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，青蛙自己死了他都不知道呢。我好像懂你的意思了，你是说明天就是那只青蛙，如果我太张扬他就会被我给吓跑。对对对对，所以要把它放在温水里面慢慢煮，慢慢煮啊煮啊煮，然后就没错。太聪明了师姐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难得觉得你这么聪明，这个提议好。你怎么突然变这么聪明啊？一般般嘛。那鸭子呢？鸭子什么意思啊？鸭子的话，哎，等一下，你先不要告诉我，我知道鸭子什么意思。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小心，别让到嘴的鸭子飞了？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讲话越来越有深度了，我都要好好思考。啊，好险好险！刚刚一时间只想到了宫爆鸡丁和冰糖酱鸭，没想到还真凑出了个故事。这事不能张扬，温水煮青蛙，温水煮青蛙，喵喵喵。在这生闷气有什么用啊？还不如找明天问个明白呢。还不够明白吗？我觉得呀，应该是明天他心太软了，所以才没有拒绝宋小米的一番心意。你也知道，至于那个吻呢，我敢肯定一定是宋小米偷袭，所以明天才没躲开的。你也知道宋小米一向很花痴。我的女王啊，沙袋也不便宜的，好不好？打坏了要赔的。丫头们，辛苦练那么久，饿不饿？我帮你买宵夜回来了。别提吃的，任何吃的都别提。好，不提不提，吃就好啊。联赛就快要到了，得多补充点营养啊。谢谢程叔，我不饿。丫头，哎呀，方宇，好吃的。
嗯，吃啊吃啊。哎，方宇啊，多吃点，要比赛了，是吧？嗯，我爸特意给你买三鱼。哎，对了，我那个徒弟也要去打正则联赛，对吧？骆冠言是智英的学生，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但是他是你爸的学生，跟你就有关系了。而且凭他的实力啊，要打进决赛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。哎，干脆那天啊，全馆不开张，我就到你们学校去替他加油打气好了。你是正则替智英的学生加油打气？嗯，是不是我亲爸？你看，你看，又来了。下一句就是我偏心，始亡之金呢就只教他不教你，是不是？难道不是吗？方宇，你偏偏脸。死亡之金。据说你把我长得像怪物吗？如果你是怪物，那我们都不是长了脚的外星人吗？说的死亡之击，是多年前在澳门的格斗擂台上，曾经打死故人的那套拳法吗？嗯，对啊。程叔，你会？是啊，那是我师父独创的，只传授给我们几个师兄弟。我就直说了吧，当年在比赛场上打死人的，就是我师兄。哦，哎，方宇，哎，方宇，哎，我说错什么了？方宇，你站住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突然生那么大气，难道就是因为我爸提了死亡之击？你不要再跟我提那四个字。那你也得跟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提死？我说那套拳法，你为什么这么激动？陈亚楠，你给我听仔细了。如果有一天你学的死亡之击，那我们连朋友也不要做了。不是，你等等，那套拳到底怎么惹到你了呀？当年死在擂台上那个选手，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人。我痛恨死亡之击，我更痛恨用死亡之击打死他的那个人。哎，方宇。我现在好像能体会当年您要上场前的心情了。一定会努力，不让您失望。
姐，听说你已经在这儿待了3个钟头了。你怎么没戴手套？你这是干什么？手是格鲁者最需要保护的部位，你怎么任由他受伤？我想到技术了。他被死亡之击击倒的时候，一定很痛。所以，我也想感受一下那种痛的感觉。星星把一眨眼，月就会消失不见。月牵起他的手，承诺会陪在身边。哦哦，星月相约，永远相随。星星